不要人操作的啊，没人操作啊。啊，这个我们膨胀轴没换啊，这个其实可以装膨胀轴的啊。这个是纠偏，校正那个布的左右的，就是光电有感应啊，它会自动调节啊，很快，非常快啊。非常稳定啊。非常稳定啊，不需要人操作啊，你看一下。打满了，我操！不需要人操作的，看一下啊，没有员工操作，它自己自动打的啊，机器非常稳定，速度非常快，高速的第五代机啊。
这山了，你看。打完。好，停吧，解释一下，看一下定空系统。晚上最终速度84伏啊，12个4伏啊。这是信捷的 PRC 啊，就是端子排继进器固定空驱动器啊，这是空开计数器，计数器有50毫安60毫安的，这是保险啊，这是四伏驱动器啊，这个是四伏驱动器啊，四伏驱动器哦、这都是也是四伏的，就是信捷的啊，信捷的啊。显示屏也是迅捷的啊，7寸的显示屏啊。电机也是啊，我们热折，我们这个折耳机构是热折的啊，啊130度，看到没有啊？折完了不反弹的啊。用这口罩打的啊。这是配件，我们用的行星的减速机啊，台湾行星的啊。电机用的是信捷的啊，减速器用的是台湾的进口品牌啊。然后我们的剪刀也是伺服的啊，剪刀也是伺服的啊。传统的都是气动的，要么气动要么机械的，我们是伺服的，你看没有，伺服带动的啊，剪刀，所以速度非常快啊。这个伺服也是伺服的，这个也是伺服的，拉耳也是伺服的，旋转也是伺服的啊，都是伺服的。我这边给你演示一下这个揪片的用处啊，你不知道这个揪片，你看这个揪片，你看这个布啊，你看我手拉它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我给你演示一下，我手拉一下，它就自己自动调节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感应不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自动调节。哎，我动一下这个布，它就动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看到没有？它自己就动啊、看到没有？哎，自动调节啊。尿绿灯，看到没有？尿蓝灯。演示一下啊，我把机器打开了啊，看没有？我手看一下，我推一下这个布。往那弯一点，你看，看一下，哦，它自己就走，往这边走，你看没有？再走走，哎，走，
给你再演示一下啊。哎，看一下，歪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它自己就过来了，自动调节。好，看看尿蓝灯，看啊，自动过来，就是调节这个布左右跑偏的啊，调整左右的。来演示一下啊，看歪掉了，看，歪了啊。自己就走过去了啊，看没有啊，走过去了。反正你那个调机器了，原来传统的话我们都要调这里，这就不用调机器了啊，自动全自动的啊。哎，亮灯闪了，看没？这里有报警，看有报警，看没有？过来就没有了啊。这个进度到这个边。